啊，每周一度或者一周几度或者好几周才一度的大型百姓生活购物栏目《丰都大会》线下版又来了。今天特别的地方，今天来到了成都啊！大家看后头这个阳光啊，成都很难得的阳光啊，这个了不得。大家看景色宜人啊，特别豪华的宅子，周围这一片都是镜头环保师徐老师的阵地，小区。哎，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啊，大咖对谈，请到了大家熟悉的，很多人非常非常熟悉、崇拜的大神，镜头环保师徐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啊、嗯。那么。都还没有开始，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桌子上这些啊，这都是徐老师的宝贝啊，其中鱼台不是啊，鱼台是坤哥的宝贝啊。那么今天要聊很多内容，非常多的内容，主要是聊镜头这个开始。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多人问我，徐老师，就是很多人问说，徐老师说，就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说，以前您玩不玩摄影啊？那当然玩了，我从16岁开始就在玩摄影，那个时候那一年正好出了 F2A， 哦，好早啊！尼康 F2A 是我的第一台相机，第一台相机啊！你看 F2A， 现在很多人可能有很多新人可能不一定知道这台机器了。F2A 非常非常老的机器，但是非常棒。我是见过徐老师拍的照片啊，徐老师曾经拿出来给我们看过，都是柯达故事开的，哇，这个太恐怖了。徐老师。我们就为什么说很多人说镜头环保师改镜头，很多人会觉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我觉得就是因为徐老师他玩摄影，玩摄影，而且他不是说我只是用一用，是他真的玩，所以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徐老师有很多自己的体会，这种感觉。那徐老师您就是改镜头改这么多，现在很多朋友就全世界各地的，除了国内的，全世界各地很多朋友找您改镜头。您现在是一个改什么卡口为主呢？这些年都是以比较高难度的莱卡 M 为主。然后像以前改这些单反镜头这些我都没有再接了，因为主要就有些其他师傅也有些竞争嘛，我就留下难度大的给自己做，然后这些也希望他们也有较多的工作嘛，大概是这样。那徐老师主要改莱卡 M 口了啊，把各种稀奇古怪的、你喜欢的、你听过的和你没听过的各种镜头改到莱卡 M 口上。但注意啊，改莱卡 M 口并不是只改一个口，徐老师改上是黄斑联动。黄斑联动，而且很准确，这个很准。就黄斑啊，这东西看起来很简单嘛，你拧上就完了。但是联动要准确，要精准，每一个焦段不一样，它后头那个口是不可能用同样一个方法去处理的。所以，在国内，我也玩过很多改口的镜头，我觉得徐老师改的特别棒。我第一支徐老师改的镜头已经很早了，当年还是在论坛时代，论坛和微博时代，我就关注了徐老师。然后那会儿，徐老师那会儿在国外。啊，就联系，因为反馈很慢嘛，因为有时差，就是这样聊。那么我第一支找徐老师，改的作品就是康泰克斯 G28， 啊，康泰克斯 G28， 康泰克斯 G 系列，我觉得是徐老师改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系列。像您改这么多年，改口比较多的哪个品牌的多一点？大概其实 G 系列是因为 G 系列镜头太多，然后性价比高又便宜，然后对，所以大家接受度也高嘛，所以改的比较多，而且讲难听点，大家都玩得起，对，是不是？对，你看徐老师，我觉得有个特别好的一点，就他不是说我找一个哇贼贵，哇说我改一个特别牛逼的，就那种一看就是200万那种，就一支。那徐老师不是，徐老师厉害在于把很多并不昂贵的镜头，但很有特点的镜头改到 M 口上来联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我周围有很多年轻的这种摄影师，他们也在到了微单时代，很多人是微单时代才开始玩摄影的，对，那么很多镜头就这样玩起来。那徐老师您觉得就是改口，像您这些年改口是不是也是是比如说单反时代就改得多呢，还是到了微单会感觉数量会有一个增加？到微单有增加啊、嗯，微单之前好像很少人用转接环，那时候转接环发展的也比较少，微单以后哇什么转接环都有，想都想不到转接环也出来了啊，所以微单以后玩的人更多啊。那就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微单也好无反也好，就是这个数码化起来之后对推动老镜头的对普及和二手价格的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啊。徐老师在里头功不可没啊，绝对的。就是我周围的朋友里头几乎不能说每个人，但是大多数人手里头最少有一支镜头是徐老师改的。机头改的是挺多，对啊 ，G45、G28、G90、G30、G16，
G16 还有薛老师最新的 G 的357这个变焦、都可以玩。哇，这个我觉得就很厉害，这是薛老师特别厉害的点。那么薛老师像比如说就是您改这些有没有会遇到说就是有的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这个镜头可能并不贵，甚至可能都不如一个改口费来的贵。哦，那多的是啊、很多都是这样。有我玩嘛，就玩的、对。那徐老师其实说的是很多时候是一个玩，我们说玩摄影，玩摄影就是人跟器材有互动，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只有昂贵，但昂贵的器材确实有用。昂贵的你说哎，龙哥我送你一个10万的镜头，哇，我好开心呀、但是也有很多便宜的镜头也能玩出很多特色，很开心来。那么我们面前摆的这些、有一些眼尖的朋友看到了啊，说这个就是这些镜头里头有的并不是特别贵，但是都能拿来用，这个是很好玩的。我们看一眼弹幕，说的是确实有人问我看看啊，有人说刚收了徐老师的无膜罗敦502啊。有朋友说，然后有人说在薛老师这儿买过 G28， 确实非常棒。8091说了，有人说那个悲剧子说薛老师帮我改的雷德纳3C 改 M 口真棒，这是肯定的啊。有人问，就这个吧。对，有朋友问中式小七问说那个黑漆的双飞可以改吗？黑漆双飞是哪只？是。黑漆的是黑漆双飞是什么东西？哦，我知道，是小七的七爷这只黑漆双飞，指的具体是哪只？你要改什么口？啊，是弗兰达那只还是哪只？啊，这个得看看。是啊，怎么是莱卡那只吗？那有什么好改的？好，那么在这儿桌子上其实放了很多这个机器啊，我觉得有很多老相机特别好看。徐老师给大家聊聊，就是您最近，因为我发现我在徐老师的宝库里头，在桌子上一看。这些镜头有很多镜头很出乎我的意料，就是我觉得没有想到，这个镜头徐老师会改，那徐老，比如说这只，这只特别帅气，我拿摄像头给大家看一眼啊，让大家看看啊，大家看这个，大家看这只啊，这个镜头，蓝眼睛，雅西卡的451.4，这么一只镜头，蓝眼睛，很帅气。我说是这个镜头其实并不贵，不贵，机器要您为什么会专门选来改呢？我们选的还有更便宜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是富士的，这个我只有买200块钱啊。那主要是玩嘛，这些其实这一代的机器都不管是工还是料，非常的扎实，而且都不太容易坏，而且效果又很好，对，我觉得。就把他们当垃圾处理了，实在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既然做环保师嘛，就是要环保，重新利用嘛。对，就将来准备把这一些便宜的旁轴机，像这个已经都改成功了嘛，就是雷丁纳三型的，这个像现在这个，还有像这个47的，柯达47，这个现在价钱已经很昂贵了，是吧？哇，都挺昂贵了嘛。这都是说像这些我们改成这样子出来大家又玩，然后效果也不错。那这些像这些比较便宜的镜头呢，我们开发出来，然后把它改成莱卡 M 口，改得漂亮一点，又可以用又可以玩，而且价钱不是很高。是。那当然也许并对我来讲并没有办法挣太多的钱，只是玩嘛，对，不必在意太多，就像这个样，改好了，这个也不就1000把块钱一只嘛，是吧？但是好玩啊，对，所以好玩啊。薛老师说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对啊，就是玩摄影，玩摄影，就是有时候我们只玩器材，很多时候因为很多朋友他不是职业摄影师，他工作有别的工作，摄影是一个解压、放松自我的一个过程，就像有的人说我喝咖啡或者我去露营一样，他不是说我非要做成一个什么运动啊，或者非要做成一个什么我写完笔字我就一定要当书法家，他没有，他就是一个解压释放自己的过程。那么很多。就是这种以前的老镜头，很多人就想去玩，但是以前不知道怎么玩，或者其实可能是喜欢跟器材有一个互动的。那么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玩就像这种以前的老旁轴机器，有很多机器现在胶片又这么贵，工艺水准都好高，这个好漂亮，这个实在太漂亮了，对，这工艺水准真的是高，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机器，对，相当难。我拿摄像头给大家看一眼啊，薛老师刚才拿的这个机器，大家看一看。非常的帅气，你看这种见棱见角的工业设计，
沉甸甸的手感，你就真现在拿起来，这是一个工艺品啊，对吧？这是一个工艺品的感觉啊，这是一个工艺品的感觉，包括对焦啊什么这些，现在都是相当都是。那么这么好的机器，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胶片这么贵，很多人可能就没法玩了。是是。你说就是当垃圾扔掉，确实太可惜。很多是非常精彩的光学设计。那么徐老师就说，哎，上次聊的时候，徐老师就说我要改很多这种方舟机器。我说这个东西本身又不值钱，但这都是很有特点。你像富士那个素质是非常好的。徐老师说那就改着玩嘛，开心很重要。那么结果这次来，徐老师就已经改好了很多啊，包括这只都非常帅，全是徕卡 M 口黄斑联动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真的是情怀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而且这些镜头啊，这些镜头大家注意啊，第一正正经经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都是大厂。雅西卡这不开玩笑的，美能达都是大厂。京瓷啊，蔡司是跟京瓷一块玩的，美能达是跟徕卡一块玩的啊。你像 HiMatic 七非常好的机器，镜头素质极好。这也是七舰之一嘛，当年无忌的说庞州七舰，日系庞州七舰，富士，富士现在最火的就是富士，对，富士现在最火的不行，现在火的不行了啊！我看看这个有人在问啊，说奥运可以无损改 M 口吗？啊，有啊，有啊，可以 啊，可以找黄老师、徐老师啊，这个可以改。有人说那个徐老师的衣服是什么啊？说莱卡必须八大克啊，莱卡舒马502。哎，这都是眼尖的人。有人说那个路人言问说雅西卡3.8正式版上市吗？徐老师、哦、还没有，我同时做的产品太多，可能需要等一等。徐老师，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徐老师准备了很多的新产品，坏消息你的钱包要准备好啊，准备好数不贵不贵不贵。比如说龙哥找过雷丁，讲过雷丁娜吗？讲过，很早就讲过雷丁娜了，回头给大家再找一找。好，那个我还准备了几个问题要问一下徐老师啊，我今天还专门，我们这个不是要说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不是未来改一些什么机器？是是是，如果大家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锁定那几台的话，那势必就那个。对，因为徐老师改了很多镜头呢，这些是以徐老师自己的眼光，就是他对这个镜头因为都玩过，哪个镜头有特点，哪个镜头特别值得把玩，他认为就不可错过。但是这个双反的这个庞州机啊，这个种类太多了，太多了，种类不下几百种，没法每个都做，这不现实嘛。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听直播的时候，大家有什么说我特别想改的，我特别想改哪个机器，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来打。那如果大家就集思广益嘛，如果大家可能有好几十个人都说，哎，我们要改某某某机型，那徐老师可能就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改。所以大家一定随时把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打在这上面。啊，打在弹幕上。我们改过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康泰时的 T1T2T3，康泰时 T1T2T3，还有莱卡 Minilux 那个40.24，已经有现成的。对，那现在正在改的有35.8跟这个45.4啊，这是雅西卡的。嗯，还改过玛米亚的48.5，雅西卡的一个48.5啊，还有 Kowa 的501.4，还有雷丁娜的这种雷丁娜的各款，都改过，都改过。其他的就请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对的，提供你们心仪的镜头，然后我们收集了最大公约数，就肯定会拿出来，对的，做一些套件，对啊，那就大家如果有徐老师这儿没有改的，你又很想玩的，又很喜欢的，而且觉得很有特点的这种机器，那么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打在弹幕上之后呢，徐老，如果但你要说。有很多朋友都想喜欢这个，那徐老师可能就会动手来改。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一定要说，跟徐老师多沟通交流，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人问说，禄来双反可以改吗？双反可以改啊，就75嘛。对，75变成，可以改，可以改。我不是有改过这个安晴的753.5，还有索姆的753.5都是双反的。那个好像叫什么 Sanflex，法国的，改过，可以改。对，可以改。那大家可以，如果那就说，海东晚问这个禄来双反，那就可以改啊。有人还在问，别的双反有点贵啊，你要狠得心把头拆下来。可能扣的就这类的，就相对来说便宜嘛。对对对。有人说想来禄来这个 Q 变是单反镜啊。嗯，对。单反镜不是太贵，直接用转接环，现在不是有那种联动的转接环，也就用用玩就行了啊。
除非有什么特别好一点的，一定要改的是，因为那改起来比较大嘛。对对对，那改起来可能有这么大。对对对，改反转单反都改起来个人有点大。你看这两个比较起来，那差很多。单反不太一样，对，所以那个那徐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 QBM 的话，你就不如搞一个接环，可能性价比更高一点。搞个转接环，便宜又可以多用。对，你看徐老师还是想办法帮大家省钱啊。还有人说这个机器不是有那个套机，这个套机，套机头应该有改过，但是哇太多种了，也不太记得改的是哪一，确定哪一。就像你今天问我爱丽丝，我还想了一下到底是哪一只。对，然后有人说这个墨西哥护士长说八枚玉的太空马那个能改，那个我不用熊老师回答，我就能回答能改。熊老师改，我在桌子上都看到一只了啊。不，那个是这样子啊，八枚的不能用简单的黄斑联动环，它真正实际焦距不是50，所以用黄斑推不准的，你必须要在后面再加个调焦筒才行啊，就稍微复杂一点点，但是是可以改的，可以改改 M 口啊。那个太空版的八枚也算是一个有风格的镜头了啊，也算是一个有风格的镜头。有人说肯定还有这个有改过，有1.6好像是48还是46，好像是46，对，焦距46的，这也改过。米高峰说安琪 S1P 改联动孔吗？问着了，哎呀，问着了，就在等这个。来，跟大家，我拿这个摄像头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请看啊，这个啊，嘎嘎新啊，嘎嘎开门啊，这个退度退的颜色真漂亮，退。这个是大家可以看这儿啊，写着安琪S1， 那看到吧？啊，这儿啊 ，S1 啊，写了 S1， 那么这是一支非常传奇的镜头啊，而且这支特别好看，它就是本身这个颜色有点褪了，但褪得很漂亮，古铜色。我当时那个徐老师拿出来说，我说哇，这个有点过分了啊，太漂亮了。这是一支非常棒的镜头。那么这支徐老师已经把它改成了黄斑联动 ，M 口黄斑联动啊，这个已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所以如果要改 S1 黄斑联动，那么直接找徐老师，啊，一定会让你满意。而改的细节真的非常棒，手感各方面真的是非常棒。啊，这个镜头是很有意思的，啊，但是呢，就是徐老师也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 S1 挺贵的 ，S1 挺贵的，就是，基本上来说，很多人就会选择我还是买莱卡。就 S1 差不多5万块钱左右，对啊，就是有这个钱，大家就觉得哇，莱卡比起来性价比一下子就高了很多啊。那有没有就是像这应该是一个无膜版本的这么一个镜头版本。那么 S1 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没有玩过 S1， 就徐老师，您觉得 S1 值不值得玩？我是挺喜欢这个镜头的，所以在未来几个月，我们开发了一支。类似的 S1 的镜头啊，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今天趁着机会给大家亮相一下吧。对，好，那徐老师既然说了，那就可以让它亮相啊，就是这只，就是这只，我手里拿的这个啊，在我的这个莱卡机身上装了的这个，我给大家拧下来，我拧下来。跟原版的一块儿看一下，我拿这个摄像头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放在你的对对对注册商标。对，好，大家先看看这个。这只是原版 S1 啊，原版 S1， 但我没办法做到褪色这么美。对对，那但这个是因为表面有褪色啊。这个是这两只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看。两只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看。这只是有膜的啊，小蓝膜，蓝紫色的膜啊。其他的部分细节各方面，我觉得都是非常完美。甚至这只的细节更好看，大家看这个，看这个对焦锁定的这个钮。上头的这个小刀纹都漂亮，对吧？非常漂亮，两只放在一起啊，伯仲难分。这只让徐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只的故事啊。来，徐老师给大家揭个秘。最近准备复刻这个 S1 的版本，毕竟 S1 实在一般人也负担不起。对。那我们复刻，当然价钱就便宜很多了，可能就1/10以内的价钱。厉害了，价钱就比较便宜了。这是。安琴 S1， 那么徐老师也复制了一个这个安琴 S1 的镜头的版本，从反正就是整个从重量各方面的细节，我觉得跟原版都几乎是一样的，然后呢，价格1/10，然后主要这个我们是打碎了几个这个原版的玻璃，然后采取用相同的成分，相同的元素，复制的老玻璃，然后
来作为这个的玻璃的生产，嗯，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两个玻璃成分都是一样的，嗯，所以应该拍出来效果是差不多的，嗯，当然新的玻璃跟新的镀膜锐度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这是无膜，对对对对，这有镀膜，所以这可能会好一点，锐度也比较好一点，对，然后我们也只对外形跟样式还是照原厂的样式来做，嗯，所以这跟原版的不会差太多。嗯嗯。然后只打算做两百只到两百二，只做多少？因为我们要求比较高嘛。说你做的这是限量版，因为我这个镜头啊，我一天最多组装个三只，我看。以我现在年纪跟精力，一天只能组装个三只到四只嘛，嗯，所以即便要组装这两百只，我要花好几个月，嗯，所以就慢慢慢工出细活，慢慢来嘛，嗯，然后当然对品质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对，还有就是未来有什么问题，我还需要做服务嘛，不会让你说哪个镜头不能用怎么办，嗯，啊，那不能用没问题，有问题随时来找我，我给你负责到底嘛，嗯，所以这个比较是大概是这样子，那。支数也不会做太多，也不是限量版，嗯，因为我觉得高仿的镜头没有再做就是了嘛，所以收藏价值不像这种原版的，原版的换一只少一只啊，那这种没有再做就好了，所以这种不具备太多的收藏价值，嗯，但是我们也不做什么限量版，我们的能力大概就做到这儿，嗯，做太多啊，体力各方面也受不了，嗯，所以就打算只做个两百来只吧，嗯，啊，也就这样吧，好玩嘛，嗯，主要是玩嘛。好，那么我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这是原版的安琴的这个 S1 安琴 ACDK 啊，拍第一个，嗯，毕竟有两下子，嗯，安琴的郊外是非常绚烂的啊，非常棒的，但是缺点就是太贵了。而且水也比较深，这种老镜水真的深啊，其实就是你要让我自己说看一个镜头我说铺上去买，我是不太敢的，就是咱没那么多钱，你说一下掏出五六万来买一只镜头啊，肯定心里都是打鼓。那么徐老师呢就做了这么一只镜头，就是完全复刻了这个安琴的 S1 啊，就是当然这个镜头会更新一些啊，镀膜什么当然肯定玻璃都更新，徐老师也说了他们是不是也是把这个玻璃做了一些粉碎，做了一些测量这个镜头里头的一些光学的这些它的一些参数啊，找到类似的这个玻璃，然后来加工，那么整体做出来的这只镜头啊，除了刻字上头写的编号不一样，那么其他跟原厂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啊，嗯，非常漂亮，非常手感也非常好，就是还是有点分别，因为你看它的刻字，嗯，它是光圈在上面，嗯嗯，我们是光圈在下面，嗯嗯，但是它有不同的版本，嗯嗯，然后再就是一个光圈是顺时针，一个是逆时针 那么徐老师现在手里的这只工程的样板是一个电影版的啊，无极光圈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给大家用这个摄像头看一下这两个的区别，就这只啊，我们先看这只，在这儿，大家看，光圈环是在下面，是这样的。啊，那么看原版的这只光圈刻度是在上面的啊，下头是距离标尺，是这样的一个，两个是反着的啊，两个是反着，但是这个镜头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已经非常棒了，手感啊，包括对焦的各方面是非常好。现在人的习惯也是光圈在这儿，啊，对对对，下头有的时候我们要与时俱进一点，对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从一个是镜头本身的辨识度，其实也会，我觉得也会增加一些把玩的乐趣，就每个人的现在这个习惯其实在变化了，那么这个感觉我觉得做的很有意思啊，这个编号00001啊，好帅。但徐老师说这个头只做200只，就只做200只，因为徐老师这个镜头不是委托别人做，是整体装配是徐老师亲自来装配，那么一天最多也就装配3只啊，最多装配3只，徐老师也不能一天都不休息，对吧？还有别的活要干，还有别的活要干，大家还等着改呢。所以这个做出来可能这200只要做几，最快要几个月，对，要几个月。而且售后徐老师是肯定给你保证售后的，不会出现那种弄完了之后就没消息了，打电话不回了什么这种，不会的。所以这个感觉是很好的啊，我觉得啊，有人问说太好了，说国产镜头越来越好了。有人问说什么时候上市，很多人说什么时候上市，才开始做啊，再等一阵子，所以还时间未定啊，时间未定，但是大家可以，我觉得可以关注徐老师啊，也有人问说放毒大会会不会专门讲一期，那肯定会讲啊，这个替代品2号说，这肯定会讲，我肯定如果有机会啊，对，我到时候拿一支给徐老师回去专门专门试试，专门做一期，到时候我会专门来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镜头，这支镜头，那么大概也有人问，在说这个价格，
价格的话，徐老师刚才说差不多应该是原厂的十分之一，原厂大概五六万块钱，那么十分之一可能都还不到、啊、对啊，说不定还不到啊，可能还不到、啊、那这个价钱就很有诱惑力了、嗯、很有诱惑力，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有人一定会考虑说这个镜头出来的片子行不行什么的，因为刚才时间非常短，我用了差不多十分钟拿的这两只，就原来 S1 和徐老师做的就是环保师 S1 啊，我拍了一下，我给大家放一个片子，大家看一下啊，不严谨测试啊，不严谨测试啊，如果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你都对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因为反差非常大，外面阳光很强，这是站在阴影里面拍的，但是这个镜头把高光很好的控制住了，用的徕卡 F12S 机身来拍摄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重点的，一个是这只是无膜的，无膜版本的这个感觉，放大了大家看焦点细节是没有问题的、嗯、啊，然后看焦外，焦外是这个感觉，其实焦外我们可以看到边缘有过焦，然后有一定的二次一定的啊，球面镜边缘做了一些过焦，所以你看边缘的光斑，一个是会变成一个椭圆形，另外这个光斑外头会有个小亮圈啊，都是边缘过焦的这么一个过度矫正带来的一个效果，但焦外的魅力也就在这儿，这种感觉在现代镜头上应该都见不到这种焦外了啊，就是现代镜头过于追求高像素高解析，边缘特别高的这个特别高的分辨率，九零以后的镜头就没有这种，完全没有这种，对，就是没有这个效果。我们来看看这只，那九零以后锐度很高，对，锐度相当高，对，然后这只是徐老师做的这个、嗯、这只有膜玻璃也更新一些，所以你会看反差更好一些，全开，这都是全开啊，然后抗眩光抗灰雾的感觉也会好一些，就反差会更强烈一点。然后我们看看焦外的感觉，大家看看这个焦外的感觉，对吧，跟刚才那个图是非常像的，很有意思。所以呢导致我拍的时候，我刚才就挑图的时候就特别痛苦，因为没有特别清楚的把每一个做一个标记，我刚才就有好多张片子就不敢往里放，因为两个分不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啊，我们看看这张，这是原版的，这是环保师 S1 原版 S1， 大家看看我这么来回放，其实你看边缘的光斑你几乎都分辨不出这个变化，分辨不出来，都是日光白平衡，因为这个人的位置正好有个射灯，所以是暖色啊，这个感觉。那我们放大了看一看这个画面的感觉啊，然后我们看看焦外，郊外的这个中间漂亮的这种小光斑，大家看看这个层层叠叠漂亮的光斑，这是来自于 S1 的这种魅力，非常非常漂亮。哎，这个就是徐老师的镜头环保式 S1 啊，这是环保式 S1。那我们看看原版这个 S1 也是这种感觉了啊，这些细节啊，因为人的位置不一样啊，动作不一样，所以有些郊外的感觉是能看出不同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我还拍了一个静物。啊，这是桌子上的玻璃杯，那么前景也有玻璃杯，后头也有玻璃杯，那么在这儿拍的，我们放大了看一下玻璃杯，我对焦对在这个杯子上啊，前后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前后虚化的感觉，就是这种。然后我们来看环保师这个玻璃杯前后的虚化，包括光斑，包括这种感觉啊，非常好看啊，非常漂亮。然后呢我还拍了黑白的啊，黑白，但这两张就特别抱歉啊，这两张我确实记不起来哪张是原版的了，在照片上我几乎分不出来啊，因为构图小有变化，因为人物有往前有往后，所以构图上小有变化，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焦外的这种柔和细腻的这种光感，黑白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让我现在分我已经分不太出来这个感觉了。我也分不出来、啊、徐老师自己也分不出来，那太好了，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啊，那就不是我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镜头啊。有人在问，有人在问说在哪儿能买到啊，在哪儿能买到啊，这个我估计大家就关注就是镜头环保师这个现在都海鲜市场还没做出来，都还没做出来，到时候买就找镜头环保师、嗯、你在网上一搜镜头环保师应该就能看到啊、嗯啊、有人说 WWQQ 说花那么多钱买的不就是老味儿吗？对，它也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比如说最好是买原版，这是肯定的啊，正宗原味啊，最好是买原版。但是呢也有很多影友确实是你让他现在刚开始玩棚轴，上来掏出六七万块钱买一只镜头，我觉得还是压力很大。但是这帮朋友也有需求，说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些老镜头，但是我又买不起，这不是个死循环吗？所以那么有的人就会说啊，比如说也有我们说穷人的 S1 什么这类的，那么做一个我觉得也很好啊，
对吧？这个也在专利期之外了。做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拿出去只要你底气足就不是穷人版。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好玩。这个就是有条件当然上原版，肯定上原版，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想买那个原版，但买不起买一个类似的其实也不失为一个玩法。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它的出现，包括它的购买者对于它的想法，我们很难用一个绝对的标准要求所有人。你就比如说我周围也有朋友一直就用出江的 S201，就两只镜头也拍得非常好，一直拍黑白，那相机用的镜头都少皮微毛的，也很好。但我也有朋友就是数码后背，同样的同款都买好几个，一个阿尔帕上扣一个都不带换镜头的，这样也有。但是是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买那么多彩虹背放在阿尔帕上才能玩摄影？我觉得也不是，所以有各种玩法啊，有各种玩法。好，有人说可以提前预定吗？提前预定吗？这个我觉得是。你可以跟徐老师这样说吧，但徐老师我们不做众筹，也因为数量不是太大，所以不需要做众筹，也不需要付定金。大家最高兴就是付了钱东西拿走，不是大家都很快乐吗？是不是？看啊，徐老师，第一，不收定金，不收什么预售款，不收什么众筹。什么时候做好了，什么时候开始买，开始卖，到时候你直接来买就完了。前一副东西拿走，直接拿走，大家银货两讫，大家都方便。对，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徐老师确实就是有深厚的财力，因为做的量少，量少，一共可能就做200多只啊，可能是这个量少。为了非说五毒俱全啊。有人说轮毂只要188，说刚才说那个店没听清，大家可以去海鲜市场。著名的二手海鲜市场，搜镜头环保师，镜头，这个镜头环保师，非常环保的环保大师的师，镜头环保师你一搜应该，然后一点用户就有了你可以看看，然后那个小红书也有了，镜头环保师是也有小红书，在小红书上找也可以好。然后 WWQ 说徐老师是业内顶级大师行走测距仪说不光是价钱问题，说买全新的更有保证。米高峰说环保式 S1 法镜味很浓这个对倒是有一点，对，确实有这个感觉。好，镜头轮毂说对，轮毂这个对，这店铺就是镜头环保师有人问说赛车手没有赛车，说镜头是全铜吗？这个它的这是内置后面是全铜啊，这壳还是铝的，还是跟它原版一样，原版是前口这儿就是白的，铝的吗？铝的，铝的镀铬，然后后头是黄铜镀铬。那么徐老师做这个也是这样有人说这个抢不到怎么办抢不到怎么办矿奇说来了说这买了好几个，终于见到本人了，见到徐老师真人了徐老师特别低调，特别和气，不愿意露脸。我这都是非拉着我徐老师，你就跟大家聊一次。我说对吧？我说大家都很多人用过你的这个产品，其实很希望跟徐老师有一个交流所以那么刚才徐老师说了，问到这个安琪 S1 啊，刚才朋友问到安琪 S1， 徐老师公布了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秘密就是徐老师做了这个安琪 S1 的镜头环保师复刻版那么未来会上市，什么时候上市不知道，今年吧，今年春节前头一天应该有可能了今年上市，然后价格可能是原版的1/10，甚至还不到，应该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我实际拿来用，我觉得手感各方面都非常棒。那么等徐老师有了这个正式的版本之后，我可能会放毒大会，如果能拿到，我专门来给大家讲一期放毒刚才这几张我回头可以发到群里头，大家都可以来看都可以来看。而且这个镜头比较小巧，对，带出去很方便。对对对，然后有人海森宝说把弗伦达至尊也复刻了吧，弗伦达至尊不贵，就没有必要复刻了，没必要，但它很便宜嘛，就几千块钱，对，买一个原版的多好，原版买一个，而且是正宗的原版然后买了镜头环保师的至尊环接上就非常非常好用了看起来就是那个这个俺吉的 baby 说期待 S5 徐老师也来一下S5 现在也很贵啊，对， S5 也很贵， S5 都快10万了现在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复刻嘛，你要说有一个200块钱的镜头，我们就说不用复刻了，对所以就是至尊复刻都没什么道理，就几千块钱，对，就是还是一些我们很贵买不起或者买不到的镜头你来复刻，我们来满足很多拥有的这个需求是好的，因为有些镜头确实很棒，但真的太贵了，太贵了。但有的人觉得很便宜啊，十几万很便宜，就大家消费力不一样。我说到十几万的时候，不要说买这只镜头，我说十几万，我腿都哆嗦就是都没说过这么大数所以，那么有很多人，我觉得就是
会考虑买一只复刻，而有很多朋友是，我相信就他买复刻不是，或者买这种国产头，不是没用过徕卡头，手里可能已经有很多徕卡头了，然后在追求一个不同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强烈推荐啊，大家注意啊。而且这种老头水很深，对，有什么问题你都不知道，对，你怎么敢在网上买个五六万？你在网上邮购买一只，你没有什么保障啊？所以这个我先截个图啊，先截个图，大家帮我截一个这么骚气的镜头。等会儿啊，把造型摆的漂亮一点儿，拍照记得插口袋。好，那么我们接着聊哈，接着聊。那个在桌子上看过很多这些花木石老师改的这些镜头，因为我看到还有柯达、有罗敦啊、有这个施耐德等等这些镜头。徐老师觉得改这些镜头里头有没有您觉得就是改起来特别复杂、不太好弄的那种？有没有遇到过？有啊，像柯达这个柯达。Extra 这个啊，这个就柯达两个版本都不是太好改啊。要不这次你带回北京，两个试一试，做个做两个做个评比，两个都是5019，这个是电影版嘛？电影版的啊，电影版有一点点暗角嘛，叫柯达Cinema 的Cinema Extra 嘛，这个就是普通的 Extra 版本。好，我们拿这个摄像头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两个你看大小的这。像劳莱哈台一样，对对对，一瘦一块瘦高。对，好，大家看这个，这是电影版的柯达5019啊，这个是我们普通见到的这个版本，电影版跟这个版本还是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风格。但 Extra 这个系列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有特点的这种，甚至到了很多时候我觉得用料非常猛的程度。Extra 在柯达里面可是用料特别舍得下本。什么高放射，什么各种不环保，什么重铅玻璃，柯达都敢往里放，是非常有特点。回头有机会，这两个镜头也给大家放放毒啊。这个黄老师老师也都改了啊，也都改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来体验一下啊，非常有意思。那徐老师，像这个好改这类的？这不太好改，这个是比较费劲的，因为我真的很这个做的很奇怪啊，结构有点怪啊，然后不是太好改啊。那这个电影版会你像这种。像这种，如果很多人就拿这个以它的行程直接来推联动嘛，但基本徕卡不应该这样改嘛，这样会不准嘛。对，你必须要做旋转嘛，旋转才能做微调嘛。尤其像这个都，因为包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包括像雷丁娜，你像这个雷丁娜这些镜头呢，写的47，或者这个雷丁娜这个写的是50，其实它实际焦距大概就是45左右。根本不是47，也不是50，所以你用50的，50的你用这个推的话是不准的。还有包括像库克，库克502这些，库克502实际焦距也不是50啊，大概是47啊。对，所以不是直接这样推是不准的。对，我给大家说一个技术点啊，大家就是以前跟徐老师请教的时候，就是大家看这个 M 口联动的这个后口这个部分啊，我把它旋转一下，大家看啊，旋转一下，大家看这个口里头这个内壁。就是负责对焦，它和这个徕卡 M 上这个凸轮对焦的凸轮会有一个联动。但大家看啊，徐老师改的这些都是斜面，镜头里头是斜的，这个黑的是个斜面，是一个曲线，一个弧线下来的。而我们见了很多改口镜头是平的，就是整体这样推拉，上下移动来推，这个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呢精准度不如这个好。这个斜面的这个精准度是，大家看这个部分啊，这儿大家看这个弧线啊，不同的弧线从远到近不是一个平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徐老师改的这个部分是要专门去测量，专门去打磨调教出来了。这个金雕机，现有金雕机可以用电脑来洗这个槽，比较精准。但是也很难，也很要更多的费心。就是您为什么不做更简单的方法？有啊，像这个偷懒的方法，不，像这个是50的，因为你蔡司牛眼这只来讲，它是标准50的，它就没事，就没事，就是平的。虽然是也是转动的，但是它整个是平的，就不一样。大家看这个后屁股是这样，里头这个环儿，我动一下，大家看，转动，大家看。这是前面一个啊，对对，这个活儿，大家看这个，大家看这样，它是在里头是上下动，但是这是标准50，这也是旋转的，对，是旋转啊，也是转的，也是转的，转的可以做微调，但它标准50不需要微调，标准50就不用调，但有的镜头实际焦距不是50，可能是47啊，47.5啊，51，但是我们有都是都不准，我们有做58的调焦头啊，这个也是58啊，这也很平啊。
58的啊，放看这个啊，凤凰铜，这是好头，这个是好头，可能有的人现在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了啊，凤凰铜啊，凤凰铜，还有好几个版本吧，对，新的托普康，托普康的这个凤凰铜，非常好看，非常骚气啊，唯一的弱点我觉得就是它是个单反头，个头大一点，所以装在旁轴上。还是大了一点点，但是很帅气啊，很帅气，镜头也是很有味道，凤凰铜还是蛮有味道的镜头，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凤凰铜的感觉啊，当然有的人会说，哎，老镜头啊就没有那么锐或者什么的，其实老镜头其实是这个老镜头的味道，就刚才那个朋友说的，老镜头玩的是老镜头的味道，你真要去追求特别锐啊特别什么的，可能你就用现代镜头就好了，老镜头就是它的一些不完美带来了它的风格感啊，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说实在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因为我看到这是牛眼啊，这两只你看蔡司，这边有两只蔡司嘛，这是大臂，这个不是，这501.4的Delta，Delta这一只是电影版的，电影版这有点暗角，我看到这有个电影机嘛，然后这个看骚气。这个有一点点暗角，那这个是牛眼的嘛，牛眼的502，牛眼502，看这个就很小巧啊，非常小巧，这个Delta啊现在也很火，也非常漂亮，白银时代的那种美感啊，玩起来的这个感觉也非常漂亮。虽然有很多我周围有很多朋友，我不知道薛老师有很多来改镜子会不会这个原因，有很多人其实不是为了用，很多是为了颜值，就是因为觉得太好看了，我要把它改了装在机身上。大概上一个十年我们改镜头的时候，只要能用就行，对，这个十年光用可不行，对，还要颜值高，对，还要颜值高，还要好看，就又要好用又要好看，而不光是能用这种需求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也是大家这个需求上的一个变化。我们徐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我印象特别深，我还有一只徐老师改的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镜头，就是这个，就是雷丁纳的，这应该是雷丁纳的镜头对吧，50F2的这只施耐德的镜头，柯达雷丁纳，以前讲过雷丁纳的故事，雷丁纳呢很多人觉得，哎，雷丁纳便宜货，哇，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雷丁纳便宜是因为它的量太大了，现在也不便宜啊，对，也不便宜，现在不便宜了。雷丁纳的，我觉得意义在于，第一，它是柯达的牌子，其实是德国牌子，德国做的。然后德国跟柯达合作，就等于是被柯达收购了，跟柯达收购。但是最最重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为了雷丁纳，柯达专门生产了一款胶片，为雷丁纳配合雷丁纳上市。这个胶片是预先装好在暗盒里面的，不用再单独去装的这么一种胶片。这个胶片的编号叫135，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通用的135这种。胶卷135暗盒啊，很多人知道135不是莱卡发明的吗？不，我们说135型胶片是配合雷丁纳来出来的，所以雷丁纳对我们玩135还是有意义的。那么当时我就请关博士，当时不是我请关博士啊，那会儿还不认识关博士徐老师呢，那会儿是钟庆辉啊，阿辉辉哥啊，我一看我说辉哥你有这个镜头，我说给我玩玩。阿辉就是也是相信了我，就说好，拿去玩，我就不给他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我说不给了，我说你说个数吧，我要了。因为那只镜头是徐老师改的，镜头上的外环是金色的这么一个版本，徐老师就做了，做十只啊，虽然是非常少的，我就给搞来了啊。那么这只是徐老师改的非常成熟的柯达雷丁纳的这只施耐德，但这只就不一样了。徐老师给大家讲讲，不，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当初这两个遮光罩是开模定制哦，开了一个模，因为它后面这个是塑料的，这部分它原厂也是塑料的，就开了一个模具，然后做了几百个，就这样了，所以模也没有了，现在就剩这一批，所以就是只要带这个上头带着遮光罩就是我的，别人做不了。我们拿细节来看一看，这个遮光罩徐老师做的，我给你扭下来看一看，这个遮光罩雷丁纳里头的卡口是这样。它可以换35和50的85的这个头啊，换前组。那么徐老师把这儿呢上头做了一个遮光罩，然后变成40.5，对，装上之后呢，哎，把它扣过来，我再找个位置，它有个点要对上啊，对，这样就好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版本呢，就是徐老师改的。我手里这只大家可以看，施耐德真水无相施耐德502，以前讲过，这只头拍黑白跟来比同时期的莱卡的502其实要好，绿的要好一些，但是。还有个特别的，徐老师这儿有只这个，看到了，罗敦斯托克啊，小罗同学啊，姓罗的都很厉害啊。现在有点罗敦，现在有点啊，这个头现在贵了，贵了。这个头罗敦的版本，做工各方面要更细致、更漂亮。大家看看这个感觉，啊，罗敦斯德啊，这只罗敦，这只是施耐德，这个感觉，
那个还有问个问题是，说从技术层面讲，说什么样的类型的镜头比较适合改口？就您怎么去，比如说改口的时候，因为有的人改的就精度不行了。就我们如果改的时候，像这些精度什么的，是不是也专？我是觉得精雕机这些、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镜头个头不要太大啊啊、嗯嗯，因为徕卡机器就这么点儿，对，你弄一个太大镜头，你装上去不协调，而且视窗也挡住了，你得怎么用嘛？没法用嘛。小巧。第一个不要太大，不要太重。对。这样子你调整的话，这个精度会比较高，抖动的也比较少。对啊，然后是不是五零和三五？还有就是，徕卡自己原厂都不建议改九零以上的，嗯嗯，因为这个要做黄斑的话，九零以上精度不够。对，精度不够，九零以上我都是带电子取景器在用，否则你要拍到这个法师都很细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啊，联动是不太可能拍到的啊，就是这样。对。我觉得可能未来我们会看到徐老师特别多不一样的这个作品。那徐老师有没有就是除了刚才这个您做的这个 S1 之外，最近像这个主要会在哪个方面就做更多，就是刚才您说的旁轴。那我最近这一年除了S1以外，就是准备做几批旁轴的镜头，然后种类多嘛，好玩，对，而且每一个数量都不会做太大，就是每一个品相，包括像例如说这一台雅西卡35.8，我们充其量也就做了50只，大家玩玩就算了，就是差不多每个就30-50只这样的感觉，对，就是30只50只，大家玩玩就行了，然后如果错过了就到二手市场找吧，但是像徐老师，比如说像这种机器会不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它不够现代镜头这么锐啊什么这类的。那么玩它其实应该主要玩的是什么？就是有很多新手朋友，老镜头嘛，玩的就是一个氛围感嘛，光斑，对，那不老镜头你总不至于拿来玩锐度嘛，对对对，是不是？那就说其实很多镜头玩的是它的，其实我们是说所谓的很多味道和氛围是来自于它光学上的一些特性和不足啊，你比如说郊外，有的郊外比如说可能会比较旋转啊，像匹兹阀这种，那么也有人说郊外就画得特别开，有的有泡泡胶，他们其实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反差也低啊，镜头对啊，反差低，但是反而适合拍黑白，拍黑白特别好。那就你可以玩出很多不同的感觉来。我觉得镜头的其实不是说哪个镜头一定最好，不存在最好，没有最好，不更只有更好。因为对，因为你只要说是最好，我就一定能找到一个理由反驳你。你比如说。S1 好不好？好，很好，所有人都说好，我就可以说它不好。为什么它贵？我买不起。只要我买不起，我就认为它不好。这是不是个理由？这个理由很充分啊。所以，这个找到一个完美的镜头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其实不存在啊。但就是因为这个不存在的理由，才让我们有理由去玩这么多好玩的镜头啊！你这一下蹦出一个完美的，大家不没得玩了吗？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那个是这样啊。好，有人说有没有那个这个？适合新手玩的旁轴相机，旁轴相机新的吧？旁轴相机新手玩的，我觉得是不是都很多？都多，只是现在胶片有点贵了。胶片玩下来都可以买台相机了。像这一个机器，你现在买几百块吧？400-500。对啊，你现在不错，买两卷胶卷差不多就够钱了。加上重印一卷都抵。对，所以说现在其实机身不是问题啊，反而变成这个就是镜头本身的这个胶卷就更贵。啊，有人说新手肯定会去 M2 了，够狠、嗯、好，然后我再看看这个问题啊，有人说有没有说是有没有一些人为了一些特别专业的需求或者用途，或者为了某一种效果专门来找您改镜头啊、也有的，有一些特殊的镜头、举个例子，有一些放映头或者有些拍电影要特别效果、有些镜头焦距看不见的，几乎是散焦一样的。他们拍电影有一些特殊效果，我以前改过一些，就我觉得只合适拍视频，做其他的项目可能用不上，就是焦距非常松散，大约是这样，就玩出一些不同的效果。所以你看，像这些说柯达什么这些镜头，其实都有它非常强的一个特点，所以是蛮好玩。那么徐老师，其实作为我们说业内就是在中国，大家就是全球的这些摄影爱好者。改镜头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很多人都认识徐老师，那么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啊这种非常丰富的镜头，那么我觉得重点一个是徐老师未来会在这个日系的旁轴上做很多的这个就是这个研发和一些新品的推出，大家可以关注，而且每个都做的不多，可能就做那么30-50个啊，就是纯是为了玩，我就说我们这机器还不够你改口费呢，你做它干嘛？但徐老师觉得好玩，
然后玩这个点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这个安琴的这只 S1 啊，安琴的这只 S1， 那么这是原版的，这是徐老师来复刻的这么一个版本啊，非常有意思啊。回头有机会我放毒给大家专门来聊一期这个镜头，可能会特别好。啊，有人说我有特殊的改口的要求，要找徐老师啊，我觉得直接跟徐老师联系就可以了。联系好了，你这样讲我们也不知道。对，可以直接跟徐老师联系，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有人说看到前头的复式了。啊，这种对，其实都非常好。那么，薛老师，像改口这些，您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比如说最近好玩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个，最近作为一个收尾啊就比如说特别难改，或者改出来效果特别好，不舍得卖的那种。哎，有没有薛老师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改了之后不舍得卖的那种？啊，还是有，还是有。像我最近改一个弗伦达那个，我今天跟你说502.8镜头便宜的要命，但是拆开来零件都上百件，看得头都昏了，然后相当难改，相当难改，改起来也卖不了什么钱，所以这种可能做个两三只，给自己留个纪念吧。也就这样，改了也不挣钱，也不舍得卖，因为那个不好玩，便宜，但是我看很漂亮。徐老师改的非常漂亮，而且那个 就不太好改，对，做工太复杂了，比这些但比这些都难多，对，所以拆都拆好久，所以有一些大家如果有一些特别好玩的这种感觉，包括大家就是想改什么样的机器，大家可以在群里头和这个就是上头留言啊，留言之后呢，我会把大家的这个意见汇总起来告诉徐老师，然后看徐老师可能会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很想改这个机器，那徐老师可能也会在这上面对进行一些新的，就是数量大的为主嘛，对不对？你弄一个镜头太小众了，对，也不合适。对，那徐老师出来 S1， 徐老师再给大家，有些同学来的晚，再说一下您最近改的这些有些旁轴的头吧，我们让大家再听一下。这些吗？不，刚才我看您有一个表跟大家，就是我们已经改好了，已经改好的是康泰时的 T2T3，还有莱卡 Mini Lux 的402.4这一支，雅西卡的351.8，还有这个451.4，还有玛米亚481.5，Konic Kowa 的51.4，还有所有的雷丁娜，所有的雷丁娜就这些，好玩，已经都改完了。对，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些，我们说奇奇怪怪的，又不贵，但是玩起来又很有风格，造型又很拉风的老镜头，不要忘记来找徐老师。大家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可以搜“镜头环保师”，这个镜头环保的环保，大师的师，镜头环保师。你不要光搜环保师，有的时候搜不到，搜不到，搜镜头环保师，镜头环保师在小红书或者二手海鲜市场。大家都可以去找到徐老师，但徐老师平常很忙，他不会说你随时发一个信息随时就给你回，徐老师白天忙工作，徐老师休息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做一些回复。那么大家也可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在群里头的很多群众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在群里直接说，到时候我会把大家的意见来转述给徐老师，我相信也都可以。那么今天成都这么好的天气啊，非常感谢徐老师专门腾出就是一下午的时间来准备有好多东西跟大家来聊天。那么希望隆重的希望大家推荐希望大家关注镜头环保师这以前我们也环保师徐老师也跟大家做过直播，有回放，大家记得去看。那么今天可能有些朋友没有赶上直播，没关系，我们都会有回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在二手的这些感觉里获得更多的乐趣。那么今天再次感谢徐老师希望大家也能从今天的谈话里头有收获有问题大家多多沟通那么今天的放纵大会加播的部分就到这儿，谢谢大家，再见。